自从被王宝强爆婚内出轨，马蓉几乎很少露面，但最近却有网友在网站爆料说，马蓉前几天现身西安某房产交易中心过户房产，但网友也不知道是过户给谁。该网友还听说工作人员都不大爱搭理他，跟以前偶尔见到明星各种拍照各种热情的服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早前有网友爆料称，马蓉带着一双儿女在西安北郊的西地港逛街，并晒出了一组现场照。从照片中看来，马蓉戴着口罩，一双儿女则陪伴在她身边。马蓉还现身在平价商店买东西。此前马蓉还在微博上将女儿王子珊的微博改名为宝贝子珊。现在该微博已被清空，微博认证也不见踪影。此次现身西安还遭到了西安网友的调侃，怪不得这几天空气不好。